好，我是 Lina， 这期视频就跟上一支视频就一起连着给大家拍了啊，那这支视频呢是一个购物分享，这一个月吧买了超多东西的，所以我加一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东西还挺多的，我有可能会分成上下两集来录。那我们现在就赶紧开始，从唇部开始吧，因为我买了好多的唇部产品这个月。那先是说 YSL 的这几支吧，我买了三支，一个是唇蜜，就是202，就是我刚才那支视频里有跟大家说的，我现在嘴上擦的这个202，当然之前叠加了52号那个颜色，然后又擦了这个唇蜜，我觉得这两个叠起来的颜色我还挺喜欢的，这个如果没有看刚才那支视频的话，也可以大家去看一下，参考一下。那这个颜色还挺粉嫩的吧，挺漂亮的一个颜色，然后它的这个设计呢也是很符合人体工学嘴唇部的这样一个结构，所以用起来很上手啊。再接下来就是这一个颜色，这个是看豆宝，这个是豆宝它种草的一个颜色，是27号，就是属于一个有一点点偏荧光的这样一个粉紫色，上嘴也是还挺好看的。我当时其实我从来没有试过这个颜色，如果说我要是看官网这个试色的话，我是肯定不会买的，但我是因为当时看豆宝它擦了之后就超好看了，显得它那个嘴巴就是超性感的，然后所以我就也没有去试色，也没有犹豫，直接就下单了。再来呢，就是我囤了一支这个23号，那这支是新的，我就暂时先不打开了，因为我手上有一支这个就快要过期了嘛，被我用的脏兮兮的，然后我就用这支来给大家试色好了。这个的话就是属于非常日常可以用的这样一个裸橘粉色吧，可以看就非常非常好看，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颜色。但这个颜色跟我最近买的 MAC 的就是前几天买的，我微博上发的这个 MAC 的这个颜色稍有一点接近啊，但是 MAC 的这个颜色呢比这个更实一点，这个更发橘，跟这个对比的话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是 MAC， 这个是YSL 的23号，我都非常喜欢，我很喜欢这种色系的颜色。那就还是接着来说 MAC 的吧，再一个就是这个，这个是属于有点西瓜红，这个是完全完全雾面的，非常非常的干，所以西瓜红的颜色是这一支，颜色是不是超好看？但是这个的话一定要唇部的状况非常的好，不然的话擦这个简直就是窘态百出啊。再来呢就是这一支，这一支颜色也是有一点点偏裸，也有一点点偏眉粉，怎么形容这个颜色呢，大家直接看吧，是不是也很好看，就日常就是日常擦的话就是非常非常的自然，也很好搭，这个颜色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啊，也是有一点点裸啊，怎么讲这个颜色。好，再接下来就是这个也是被豆宝种草的 Sfra 的他自己的一个唇蜜啊，这个颜色就是很正很正的红色，它也是偏雾面的，但是它刚擦上的时候是有点点感觉像发亮的，但是过一会儿它吸收了之后，不能叫吸收了之后，反正就干了之后，它就是雾面的一个效果，颜色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正啊，这个红色超好看。好，再来呢就是 Tatcha 的这一个，我也是前几天发了一个微博专门说了一个，这个真的它的包装超好，可以看这个是它的包装，就是这边有一个金扣，然后整个是就是黑金的设计，就非常有档次看，然后而且非常的有分量，就是还挺沉的，这个打开它的这个
唇部的这个口红这一开始有这种棱角的，它非常有设计感啊，很好很好，这个我还没有用过，所以也没有过试色，真的是完完全全新新的。那我就给大家试色看一下吧，反正这么好的东西如果不用的话也是浪费嘛。擦在手背上你就能感觉得到它的整个质地就是有点奶油的那种感觉，很润啊，是不是也是很好看啊？跟这个比的话就有点点偏橘了，但其实也是红色，但只是跟这个比的话就有点偏橘，但我觉得就是看大家喜欢怎么样吧。那最后的一支唇部就是这样 Tom Ford 这个限量的05号，我没有买07号，是因为07号那个颜色就是有一点点珊瑚色，我其实珊瑚色的唇膏还挺多的，所以没有买那个颜色。但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挺特别的，05这个颜色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，就是有一点点橘，有一点点青那种感觉，说不上来，就还挺好看，挺特别的一个颜色，也是很滋润这一款。怎么这样看试色好像跟我这两个颜，但你看这两个颜色和这个颜色镜头上看好像差不太多哈，但其实呢不那么的一样，这个颜色镜头上感觉可能有点吃色吧，但跟上面这两个我觉得叫三文鱼色吧，跟上面这两个三文鱼色还是有点色差的吧，其实还挺好看的。这个颜色擦在嘴上的话真的是不一样，跟这两个颜色上嘴的颜色，这两个上嘴的颜色真的就是感，就是这两个颜色发那种三文鱼的那种感觉，但这个因为它非常的滋润嘛，所以没有这两个显色，反正擦在我嘴上是这样，因为我本身的唇色还挺深的，反正擦了这个的话就没有这两个这么显色，就是有一点点很淡很淡的那种橘金橘金的感觉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看，也有点偏珊瑚吧。唇部的一些产品我就说完了，那我接下来呢就说一下底妆啊。底妆呢就是我最近入的就是 Tom Ford 这个粉底液，我刚才的这个视频里用到的也是它，我也简单的说了一下，它就是属于非常非常的轻薄，就是属于裸妆那种感觉，但是呢又滋润度够了，我觉得对于混干来讲春秋用是完全 OK 的。那如果秋冬的话，因为我还没有试过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感觉如果用一个比较保湿的妆前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，所以等我来年的就是马上进入秋冬之后试一下再说吧，反正目前为止我用的效果还是非常喜欢的，很持久也绝对不暗。颜色这个是第一白，但是没有很白，这大概就是欧美粉底的一个通病吧，反正没有特别特别的白，我觉得还挺自然的，因为我现在正好也晒黑了，还没，我真的是属于那种晒黑的很难恢复的那种人，正好呢我的脸本身也是要比这个脖子稍微白一点点，那正好擦了这个呢就完全和我脖子是一个颜色了，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。然后呢是遮瑕，我遮瑕用最近入了两款啊，一个是蓝面的这个，一个是 CBB 的这个。 CBB 的这个的话呢滋润度我觉得是比不上蓝面的这个，但是也不差，像现在这个季节啊我即使用在眼下也不会干，但是秋冬的话是肯定不行了，用在眼下一定会干的，但是用在痘印啊或者是这种红血丝啊什么的就可以，而且遮盖度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其实也不用太多介绍，因为网上的测评太多了，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出名了，算是他们家明星产品啊。另外呢就是说旅行的话带这种条状还是很方便的。再来就是蓝面的这一个，这个我买的是02号，我大概可能还是会去买那个01号，用作提亮嘛。这个的话就是完全和我现在的肤色完全融合，如果说我在幻想我什么时候恢复到原来的肤色的话，可能这个就有点暗了，所以我想要在过段时间去入那个1号色。但是这个的滋润度非常的高，
而且遮盖力也非常的好。上一支视频呢，我画的时候也给大家演示过了，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我的黑眼圈被遮得非常的好。虽然说它很小的一盒啦，看只有这么大，很小很小的一盒，但是呢因为它用量非常的省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用很久的一段时间的。再来呢就是这个防晒，我最近的几支彩妆视频里面用到的都是这个，我这个用了大概有一两周了吧，非常好用啊。我觉得我其实用过的防晒并不多啊，我也不太常换防晒的，只是最近呢我感觉我用那些就有点腻了，我就因为这个口碑很好嘛，我在美国买的话在亚马逊上买还挺方便的，这个又很大罐，这个是90克，这个用完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清爽，不倒拔干又很滋润。这个是它含了什么什么什么玻尿酸之类的，反正就是有一定的保湿效果，防晒系数又够，就是 SPF50+PA4+的，也可以用在身体上，就我觉得便宜大罐，然后又不倒拔干又很滋润清爽，就我很喜欢。然后呢就是这个妆前乳，兰蔻的这一款，它这个是属于1分钟之内吧，就是这样广告说是可以让你有一个柔焦的作用，就可以抚平你的毛孔啊，还有抚平你的细纹啊什么的，如果说皮肤质地非常好的同学呢，擦一个这个就可以出门了，这个我用下来呢就是感觉可以真的是帮助我底妆更加的持久，同时呢又不会倒拔干，味道又是非常清香的那种感觉。再接下来呢就眼线产品，那我最近入的呢就是之前 Tony Moly 非常火的这一个啊，我一直因为在美国买日韩的产品非常非常不方便，但是最近呢在中国城那边专门开了一个 Tony Moly 的专柜啊，然后我就觉得还挺方便的，就尝试了一下他们家这些产品啊，这个我买的是黑色，它这个带的这个刷子也是非常好用的，我这个用过有点脏了哈，但是它这个毛质还是不错的，跟它这个膏体搭配起来我觉得还是挺契合的吧。它这个膏体我觉得跟一般的眼线膏不太一样啊，这个就感觉非常非常的顺滑，其他的比如说美宝莲的或者是 Bobbi Brown 的那种眼线膏呢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就真的是膏状的，有点黏腻的那种黏的那种感觉吧，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但是这个就是有点那种丝绸滑的那种感，反正这个刷子沾了这个之后非常好画，就是一笔顺滑过去的那种感觉，但是那两个的话就很好用啦，那是自然，只是说触感不太一样，而这个的齿状度我觉得还可以吧，当然没有说美宝莲或者是 Bobbi Brown 的那个齿状度那么好，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价位来讲已经做得非常好了。然后呢是这个眉笔是这个 Bare Minerals 的这个色号，我买的是 Universal Light， 它有个 Universal Dark， 我买的是 Light 这个色号，那就是我现在眉毛上这个颜色，我觉得跟我现在就已经可以了，可能 Dark 那个颜色就太深了，因为我也不是喜欢眉毛特别特别浓黑的那种。这个的话也是被网上的一个小姐妹种草的啊，当时她给我推荐说这个效果非常好，让我一定要让我去试一下，然后呢我就直接买来感觉了一下，真的是非常好，它这个笔芯的这个软硬度啊是有点像那个 MAC 的眉笔的，很软，很好画，非常容易画，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么软的笔芯来讲呢不是特别适合新手，我感觉，因为如果说你掌握不好力度的话很容易画的蜡笔小新那个样子吧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建议有一点这个画眉基础的同学再入这一款啊。这个的持久度是绝对不输 Anastasia 的那一款啊，但是价格呢却便宜不少，所以这个我觉得算是一个替代品啊，但是就是这个颜色选择上没有Anastasia 那个那么多，这个只有两个颜色嘛，
但是我感觉应该是基本是可以满足咱们的这个需求。再来呢就是这个眼影，这个是香奈儿的眼影膏，是847这个色号，是它是有点这个叫什么橘金的这样一个颜色啊，非常非常好看，但是这个好像是限量的颜色，所以可能现在买不到了，就给大家手指头上试一下吧，挺好看吧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反正上在眼皮上啊，或者是画在卧蚕上，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，不灵不灵的，就是做个提亮做个打底都是 OK 的，非常的软糯，这个质地非常的好蘸取啊，用手指就可以完成了。再来呢就是这个睫毛膏，这个是我看那个 Effie 他跟 Angie 吧他们交换礼物的那支视频里有介绍的，我去跟风买的，你看他的刷头非常非常巨大，就又很粗，所以一看就是这种偏浓密的款，而且它写的是可以持久24小时，它的持久度是真的不假，不太晕染的，而且说是可以，主要是可以维持卷翘一整天，这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，因为有些睫毛膏呢它可能当下看是很卷翘的，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呢就会塌下来，但这款不会，它的这个卷翘程度维持的效果是和 Kiss Me 有一拼的，就 Kiss Me 我用完其实一天卸妆之后呢我的睫毛还是翘着的，这个也是啊，所以它的这个持妆效果还有这个卷翘度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，而且它刷出来的这个浓密效果呢我觉得不属于那种特别夸张的浓密，就是自然浓密吧，有能看得到浓密的效果啦，但是说不是说至于说像那种涂了假睫毛那么夸张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